还记得他吗？震惊社会的陆军像是洪仲秋遭虐死案件，陆军542旅前少将旅长沈威志最后获得无罪确定了，改调任陆军司令部的计划处长。而这一波国军新人事案7月1号就会生效。好，另外来关注的是台湾路边偶尔我也会碰到，有没有？就是有那个小贩在卖玉兰花，穿梭在车阵当中。那么有女网友在脸书社团指出了，她说她每天下班都会看到有一名卖玉兰花的阿嬷。这几天她鼓起勇气上前攀谈，才得知对方身体不方便，要卖完玉兰花才能够回家吃饭。有时候卖到晚上一两点才下班，让他听了很不舍，号召网友希望能够帮帮这个阿嬷提早下班。好，文章一出引发关注，不过有网友认为哦，赚钱辛苦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，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来协助他们。而新北三峡一棵15公尺高的超大棵鹿树，凌晨时疑似是因为树根腐烂没有办法支撑倒下了，压毁了7辆机车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最新。是的，主播，各位观众，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在新北市三峡区的复兴路上，一棵高达5层楼高、将近15公尺的鹿树连根拔起，倒卧在路边。可以看到粗壮的树冠重重压在停在停车格内的7辆机车上，机车被压到倾倒，车壳几乎全毁，后照镜还直接掉了下来。据了解，这棵鹿树疑似是因为树根腐烂，丧失抓地力，导致头重脚轻才会整棵倒下。鹿树倒下时发出巨响，附近住户立刻报警。警方到场后看到。倒在路上的大树树枝占据了一整个车道，急忙利用器材还有人力破坏，暂时清出车道后进行交通疏导。目前已经同步通知工程人员到场处理。至于后续的赔偿问题以及路树倒下的原因，还有待调查厘清。以上最新主播，高雄市区一间火锅烧烤店24号中午呢，门外高挂的10米长的招牌突然坠落，应声砸毁了门口停放的20几台机车。用餐的客人听到砰然巨响，吓得跑出来看，哇！只见爱车被招牌砸毁，超傻眼。砰！然后就突然就掉下来，整片砰这样。对，那滑呢？同时下来的。饭吃到一半，突然门外砰然巨响，用餐客人跑出来，看到眼前这幅景象，全都傻眼。只见整排机车车身前端竟被掉落的招牌砸中，看到钉子，施工钉子有问题。其实就是很大声轰的声音，然后我们就看到它的这个架子就整个就掉下来了，前口龙头那边都坏掉了。那你这样子预估这样子要花多少钱？不知道这种没办法预估。有人爱车龙头全毁，有人座椅皮垫被刮伤，还有人安全帽被卡在招牌底下。回想事发当下，整间餐厅都在摇晃，心有余悸。听到咚，就是好像有一点震动的时候，我们里面震动的时候就直接掉下来了。是没办法移的话，就是接我们进的车先回去。事发在高雄市区一间火锅烧烤店，24号下午挂在外头的木质招牌无预警坠落，只见长数十米的招牌应声砸在外头停放的20台机车上。到底为何好端端招牌突然坠落？业者也不洒洒，有可能是风太大，或者是就是可能日晒也有问题。对。事发后，警方到场拉起封锁线，并登记车主联络方式。店家表示会全部赔偿，只不过开心吃烤肉大餐，却亲身经历这从天而降的意外现场，恐怕车主们只有无奈与惊吓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现在外头很热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气象局提醒了，中午过后会开始下雷阵雨。从昨天开始，北部、中部午后雷雨狂炸，包括了在苗栗县的泰安乡，下午降下了大雨，持续约2个钟头。通往温泉区的道路被大水淹过了，黄澄澄的泥水从山壁不断的倾泻而下，交通一度中断。眼前道路严重积水，黄泥沙涌到路面上，车辆难以通行。一整片滚滚泥沙，道路变成黄河，警车赶到场救援。一旁的山坡大水狂泻，如同瀑布般。下午2点多，苗栗泰安下起大雨，雨势持续2个多钟头，大雨淹没通往温泉区的道路，交通一度中断。由于雨势来得又急又大，当地人形容好像是被雨炸过一般。整个路都积水，淹水，甚至有点点土石，所以，交通有一度就是中断。不止苗栗，彰化雨势也相当惊人。道路严重淹水，甚至淹过了周边店家，远景拉起封锁线，就怕路过的车辆抛锚。淹水地点位于彰化园林进修路上，吓坏民众。但下午突如其来的大雨造成中部地区多处淹水，惊险的画面令人捏把冷汗。记
记者陈胜伟、陈广瑞、王柏英、苗丽章、采访报道。在台北昨天下午也吹起了九级的狂风，夹着暴雨闪电不断，平均每分钟出现200次，宛如雷神降临。在博爱特区还下起了冰雹，导致气温骤降9.66度，也成了9年来首见。冰雹伴随着狂风暴雨噼里啪啦从天而降，目视范围瞬间一片白茫茫，露宿果实也扛不住大风，被吹到地上滚来滚去，地面积水来不及排出，整条马路变成一条河，机车骑士全副武装在强风中勉强支撑，巨大风雨宛如台风过境啊！雨下这么大，积水都涨起来了。午后超大雷雨，轰隆隆的雷声伴随着云端的闪电，犹如雷神降临，平均每分钟发生200次以上的闪电。1:40到1:50之间，在台北市博爱特区也降下冰雹，敲打在窗户上发出清脆的声音。短短70分钟内，气温暴跌9.6度，造就9年来难得一见的记录。暴雨夹杂着九级狂风，西宁北路一棵高度约20公尺的路树轰的一声倒塌，民众开车开到一半重踩刹车还是来不及，砰的一声被树砸中。路树也压坏学校围墙，路口号志更砸破车窗玻璃，还要动用大型吊车才能移开树干。车主赶来看到惨状，欲哭无泪，就很无奈啊，才刚停一下，正准备要离开。突如其来的强风豪雨，双北地区出现不少惊险场景。大王椰子树叶插入行驶中汽车的挡风玻璃，吓坏了女车主。大楼水塔被强风吹落，只有一条电线苦苦支撑。所以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呢，有可能发展的比今天还要剧烈。气象局表示，周末西半部地区可能出现大雷雨，提醒要出门的民众上午防晒，下午防雨，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，避免意外发生。记者台北新北综合报道。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，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水，温和不刺激，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，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，请赶快上快点购，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。